痒。当时都怎么接的？啊，接了两个。No better. No, no, he's controlling it. Oh, that's better. So he's not for Pablo. China, that's a children. China, that's not for Pablo.猜到拍了吊塔，但太好，对，在哪太好，玩过，玩死，真的玩过，受不了了，哇靠，你要是说忍不了了，直接跳下去踢馆。他俩关键是不开馆，我怎么踢呢？你就说你要一挑二。一挑二，他还真很难受。他一挑二的话，他们俩人肯定很困难。他单独拉开打。这是打，这是打那个，就是哦，那个不好打不了。退坑打不动，忍不了，必须偷袭一波。拍子快断，他当然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压到拍子上面，所以说他不可能接到。人家拍子五百多，真的好，所以不慌。五百、嗯，对，所以不慌。我刚才因为他拍子快击，拍子应该不会很快就击。敲爆机。
天啊，第三说真的玩不动了。我操，连按这说直接踢馆。我靠，这我他妈还能踢馆了，踢成功了，我靠。他要把电视机给搞好。这局不赢了。对，这局不赢。你看，您那趴了，左边您那趴了，知道吗？我靠，还想要吊球，这个人。乱这么说。哎呦！打了47分钟了，你敢信吗？你不敢相信。我感觉羽毛球就算世界冠军也很能打得到17分，也很能打得到47分，直接摆烂了是吧？直接摆烂了，累了，打不动了。毁灭吧，累了，打不动了。毁灭吧，累了，打。那第三是高中生，不是大学生，19+，19到25岁之间，有可能是大学生。嗯，操，大学生打成这种样子，就受益的。但是你说直接跳跑，你要是直接踢馆，人一招二，直接打那个三个人的。你看吧，现在跟十九没关系，现在要上来直接。他有可能还在恢复中。摸一下你手。操，主爆！我靠，你怎么那么冷？感冒了。我靠！禁止穿。需要拿双手，故意，我靠！我靠，这大将军，我操！居然是，居然很贵，举报了！把将军摄影机坏了，可以。啊，3-0。你以为还有刚那个谁得一分，他没接上呀。嗯。
感觉 Ryan Pick 现在都有点打不动了。他真的打不动，有点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又被打坏了。那是五分钟输血，对。但是我看现场没有血迹。他一出血，他肯定就输了，一出输了就直接出去了，没有在场里多待了。因为你把血给输了。李嘉诚说我轻松化解，甚至打爆。我觉得应该也赖了，因为父母总
感觉，然后带了个途径。之前就带车子，我一直带呀、啊。我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我看到你发的什么？我靠，要被反超了，要被反超了。直接可以气过，you
Thank you.